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10年最新竞争力排名，台湾从去年的23名跳升到第8。而在国内竞争激烈的升学及就业环境中，也唯有不断的学习与培养专长，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，才能站稳脚步。今天节目要介绍的是，在台南地区一家拥有最好的环境、最专业师资及独树一格教学方法的多元语言学习中心，看他们是如何获得学员们一致的肯定与推崇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快乐的学习殿堂吧，搭一座学习的桥梁，改变你的未来。受金融海啸的影响，国内失业率曾高达6.13%。要度过不景气的冲击，就要随时充电，提升自我能力，做万全的准备，才能掌握每一个机会的到来。而专业的进修课程及政府所提供的各项资源补助，更可让你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到未来的方向。我们可以提供成为他们的一个求才的管道，让我们这边结训的学员他可以很容易的任用，而且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受训的学生的品质优良，那就是说可以采纳我们的员工。我们如何辅导一些成年人，一些产头这一块，他们怎么去做一个产业，然后一个门市服务小姐这一块。所以说我们首先就看到阿美达的活力，然后阿美达他笑脸迎人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语言来教育。当然他所找的老师，他的所有的师资课程，在我们精心跟他在探讨研究当中，接着哎不错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让他去承办。以新颖的观念，细心的为学员规划每日语教学、在职进修、美容美发等多元化的课程，时尚简约又不失专业感的学习空间，用独一无二的服务态度，彻底改变语言学习的环境，让所有学员以最有成效及快乐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理想及梦想。在职者来说的话，我们会有所谓的像是现在很流行像3年5万啊，我们叫做产业人才投资方案，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是开立相关的课程，然后让员工可以过来参与。那这部分也会有一些政府补助，大概有80%，那包括是第二专长的一个培训。在失业者来说哈，我们会针对他的职能的缺口给予课程，好，给予一个训练。有别于一般坊间的短期补习班会员制的年费收费，以累积课堂数的方法，成功的克服了学员容易怠惰或是时间难配合的问题。堂数制的弹性设计，可自由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课程，让学生可享受多元的乐趣，最适合忙碌的现代人及在职进修人员。唯有不断的学习，才会有市场的竞争力，而且在社会上才会有竞争力。无论是任何的课程，都是要不断的学习、不断的复习，才会有所谓专业能力。那希望是可以成为当地的一个社区的职训中心。除了弹性的课程规划外，坚强专业的师资阵容也在市场上建立口碑。由于群具备有硕士学位、5年以上授课经验，且持有专业证书的学习顾问，依学生的需求，设定一套最有效率的上课模式，让学员们可以有效的学习。是这部分我们会分为大概4大类哈，管理类的师资、语言类、美容美发跟营养类的一个师资。在营养师部分，他必须要有营养师的执照，那包括整个学员在参加一些课程、瘦身的课程，那给予一些很健康的一个瘦身的建议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是这个是才是一个健康学习的一个环境。用这种斜角海绵或是一般的海绵去推它吗？可能就不行了，可能我就会建议说我们等一下还是要用这种去压。觉得这个地方还蛮舒适的，而且它教室每一间都很干净啊，就会让人家就是说你进来上课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而且老师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气质的一个老师，然后他上课内容也都很丰富，而且很活泼，一点都不会呆板。本着独一无二的服务态度，年轻化、创新、热忱、专业，希望能改变台湾的语言学习环境，并在未来能一步一步跨足休闲旅游、游留学、度假村、语言学校，让每个学员都能在这里充实自己，迈向人生的康庄大道。
主要是要整合所有的企业跟政府资源，让他们的企业产值极大化，让我们的一些待业者的学员啊，是才是所，也可以让企业、劳工跟政府可以和乐的相处。卓越、坚持、健康、热忱，一起加入我们快乐的学习吧！耶、yeah! ！